上帝创造英国人嗰阵，赐俾佢哋礼仪同每日食用嘅面包。后嚟有一日，国王其中一个子民打开个面包，放一块牛肉入去，三文治从此正式诞生。自此，就算冇足球赛同榄球赛，英国任何一块草地都变得惨不忍睹。一班又一班小流民将草地变成巨型饭堂，吃到成地面包碎。三文治象征某个年代，大家举止粗鄙，匆匆忙忙，只有十分钟的午膳时间，已经好少人会慢慢咀嚼，一路食嘢一路讲嘢，亦都好平常。似乎只有绵羊才懂得悠闲过日子，慢慢吃一餐要用七个钟，他们都觉得没问题。但是是不是真的？好可惜，不是人人有绵羊的智慧，就算是英国上流社会，亦有人支持三文治。那始作俑者是谁呢？就是他。大家好，我叫约翰蒙特古，第十一世三文治伯爵，第四世伯爵的直系后裔，他是在1762年发明了三文治。我是在吃三文治那阵第一次有人跟我讲三文治的由来。其实呢，我们家就很喜欢吃三文治的。在我成长期间，我回家都是吃三文治，有时连星期日吃晏都是三文治的。听讲他个人好中意赌钱，不过过呢种生活方式嘅人都中意赌。佢嘅职业其实系政客，但系中意游戏人间，身边成日都会有女人氹氹转，又玩啤牌，又骑马，又打板球。佢正中游戏人间，日头一定要有啲嘢玩，先至消磨到时间。有人见到佢。将两块面包夹住啲嘢嚟食，就叫佢做三文治。三文治就系咁嚟。三文治家族希望可以由呢段往事得到尊崇。我家族一向都觉得，我哋应该靠三文治赚钱，因为三文治无人不识。我哋而家试紧争取。原则上，我家族一谂起呢一段往事，就会觉得好开心。咁即系话，发明呢种美食滑铁卢嘅家族应该收专利费，就连最大胆嘅厨师，如果冇手套，佢哋都唔肯掂。反对这种低等食品的势力逐渐形成，就以这名突击队员为例，他进行卧底的时候，行动地点是运河，这里不是美国，我们用时间去买东西，细心挑选，只会买最上乘的，没有是非买不可，连笑都不一定。在这里三文治是未知数，又或者应该叫另类食品。有一个人在美国带三文治回来，那里的人喜欢把面包切成四方形来吃。后来他在一间酒吧入面做嘢，并且开始整三文治。而当他整好之后，就一分为二，所以在这里三文治叫做 Tiramisu， 意思是一分为二。啲人话三文治是部切阿图嘅后尘，切阿图是威尼斯嘅小食，本地嘅人通常都会三五知己一齐翻屋企嗰阵，边行边食，一边饮汽酒。起初只系喺面包加啲馅，就好似平时一啲饮品，然后再加啲小食，后来上面再加多份面包，三角形三文治就系咁样诞生噶啦。而我发现到呢两样嘢。一直以嚟都冇文字記錄嘅。
同其他風行嘅食品一樣，三文治嘅原理亦係將多種唔同嘅文化搭埋一齊。三文治不但係全球食物，佢本身就係一個食物世界，裏面包含住一個微型國家，有農業同工業產品，生同熟嘅食物放埋一齊。人類學家斯特魯斯對三文治充滿讚歎，佢話三文治係生命之物，加少少沙律醬，無論點都好啦。有咗塔米切魯，威尼斯證明咗當地人仍然好渴望吞三文治落肚。好多人跟我说，如果你去巴黎、去纽约、去伦敦，一定会赚到钱。但去到做什么呢？威尼斯就是威尼斯，威尼斯一直包围着你，你个人在这里，你在这里住，你由细到大都是在威尼斯的。我不信外国的月亮圆去第二个国家赚钱，但是到底钱是不是那么重要呢？某程度上是，但是不是最重要。不但威尼斯抗拒三文治带来的美国霸权，甚至美国本土的纽约在一个地窖入面亦有人静静对抗。这里什么都少过人，空间都很少，但是都做到事，完全没问题。最初嗰陣，我兄弟羅夫，佢其實就係我哋間鋪頭仔嘅老闆。佢1975年去西柏林定居，直到後來，即係喺80年代初期，我都去埋。跟住1980年，羅夫佢就決定嚟美國開檔做生意。嚟到之後，佢就開咗個檔，叫做 Hello Berlin。開始做流動小販，我個檔口最初就係咁樣成立嘅，之後我就一年一年咁樣做落去。而喺我哋呢個檔口仔賣嘅食品，喺美國好受歡迎。事實上，我哋德國人同本地人爭生意，仲有就係同屬於全球嘅連鎖快餐店爭生意。羅夫真正想做嘅係同美國人分享簡單嘅德國美食。紐約本身係個三文治城市。每個民族的新移民帶來自己的文化，為麵包和麵包之間增添不同風味。說真的，紐約一般的熱狗，如果你已經試過，都應該知道吃它們就好像咬橡膠一樣，它們咬下去只是一個淋白白麵包加一條香腸，怎麼形容呢？就好像被人吃過一樣。德國人通常都是會這樣形容的，跟他們比，我賣嗰啲簡直就係冇得彈，啲客成日都係咁樣同我講嘅。佢哋為咗食我哋鋪頭嘅三文治，寧願喺度等成20-30分鐘，條龍好長，有時會排到去第五大道街口嗰度。食法都係好特別，至緊要快。如果你賣嘅嘢又好味嘅話，咁生意一定好。等20-30分鐘好平常，美國人平均每秒鐘食450個熱狗。但喺美國，唔只有德國人，仲有德國猶太人，佢哋由東方移民嚟呢度，仲帶同佢哋嘅三文治文化，窮家人嘅食品變得相當豐富。呢間餐廳
喺1888年開張，位置就喺曼哈頓下東區。呢度由以前到而家為止都係移民集中地。餐廳喺19世紀開張嗰陣，當時有好多東歐人移民過嚟。我哋呢間係猶太食店，賣好多燻牛肉、鹹牛肉、牛腩、臘肉腸、法蘭克福腸，都係猶太人成日食，同埋我一向都好鍾意食嘅食物嚟嘅。到咗而家，成個下東區只係剩返我哋一間猶太食品店㗎喇。喺呢間餐廳，三文治被改頭換面，冇豬肉、混合肉類或者係混合奶類，奉行猶太教教規，而唔係營養師嘅建議。呢度依然係來自世界各地人種嘅匯聚點，佢哋嚟到紐約就想嚟幫襯我哋，想食呢度嘅三文治，所以我哋冇諗過唔做，希望仲可以做落去。这个美国人好好运，他在麦当劳做了30年，还行得走得。他跟我们分享秘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士兵在战场上回来，成家立室，而且还生了小朋友。他们找工作，美国变成流动性更加大的国家，开始兴建高速公路和超级公路，特别是加利福尼亚州。随着人的流动性不断提高，大家都可以揸车周围去，他们在路上自然就很需要找东西吃。当时在美国有为数不少的路边快餐档口，变得更有创意，因为人不单只想找个方便的地方吃东西，而且服务要够快，价钱又要够实惠，因为整车的小路等着填肚，所以疲惫都算不少。到了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就发生了两个革命，就是汽车为王的革命和在职妇女革命。在1940年至45年之间，在职妇女的数目上升了36%。在这样的情况下，哪有时间煮饭呢？于是麦当劳靠一句口号打了一场胜仗，就是让妈今晚放假。好啊，但目的不是这样。迪克和麦克麦当劳，他们两兄弟就住在加州圣贝勒电炉。他们结束了间餐厅，改装成司机外卖店再重开，采用司机自助形式。至于以前的司机接待窗，就改成自助窗口。麦当劳就是这样诞生了，而整个快餐工业也随之展开。这间以 M 为标志的快餐店在西雅图大卖，在东京很出名，他开始在全球各地设立分店。美国人一到了吃饭时间，他们就要想两块面包之间放些什么好。譬如说，美国人通常只会在放假吃饭的时候分享价值观，坐在聊聊天。美国以前有星期日聚餐，现在已经没有这种习俗。所谓星期日聚餐是去完教会后一起吃饭，现在少了很多。现在的人一是就去看球，一是就带仔女去朋友家。他们只够时间吃份三文治，因为够快，吃完可以去各种活动。我觉得除了快餐文化，没有东西可以分享。而奇怪的就是，汉堡包可能是美国出类拔萃的三文治，所以现在很多人吃晏都吃汉堡包。我想大家看漫画都看得多，吃饭是特别时段，大家坐在一起，目光朝着一个方向。
就是電視。但是三文治不同，吃的時候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譬如休息和看電視，亦不需要理會的餡是什麼，特別是自己整的那些。我最喜歡就是吃這款，因為我喜歡紅莓加沙律醬，我也很喜歡吃火雞和美國芝士。將材料拿去煎，然後切成三文治，沙律醬和紅莓要撈在一起，是需要一些時間，但是用燒烤架或者是平底鍋煎，煎過之後切成三文治真的很好味，而且還要趁熱吃，很滋味。在美國，每一個細路佢哋都係食花生長大嘅，食完心情好好，簡直係人生一大樂事。花生醬家姐你每一次一係媽媽或者係爸爸整俾你食，一係就你哥哥姐姐整俾你食，因為係佢哋朝早應該做嘅份內事。如果佢哋嬲你，你就會發現份三文治唔好食，所以你逼住要保持同哥哥姐姐關係良好，唔係就會冇啖好食。但是花生醬真的很好味，是最好。美國人完全倒後行，我想是因為他們已經沒有了這種傳統烹飪精神，他們不知道吃什麼好。其實一直以來是廣告和電視節目教他們到底要吃什麼，你會越來越鬆懈，靠政府告訴你要吃什麼，你就不會自己去思考，你完全不懂怎樣去煮一餐飯，不會吃得健康，不會吃有益的食物，你只會有什麼吃什麼，但是身邊就只有三文治。所以在美國，每天食用的麵包正在受苦，他們出粒粒黃金金出汗，如果還未夠的，他們流血添。漢堡包是一種三文治，如果由全球文化來看，它是對很多人來說，這些漢堡包是一層又一層很好味的食物，裡面有沙律菜、各式各樣的醬料，還有美味的洋葱，各類麵包，而這些肉幾乎已經只是淪為一種調味劑或者附帶材料，所以無論怎樣說都好，漢堡包始終是三文治。漢堡包這個名字來自漢堡，他們之所以這麼受歡迎，因為在當年的海員由德國的漢堡那裡出發，帶著有香料和切碎的牛肉製品，分別這樣去到不同的國家，而其中一個國家就是美國，他們用兩塊麵包夾著免治牛肉來吃，就叫做漢堡包。移民由德國漢堡出發，他們落船的時候並不知道除了行李之外，他們還帶了一個美國將來的身份，他們為美國這個快餐國度奠定基礎。在全世界三文治歷史發展過程中，三文治遠至東方國度，它就是中國，直至近年亦開始了很多快餐店。以前三文治未能全球稱王，現在終於可以了，連中國都被征服。这种食物虽然很简单，但是已经改变了中国人一日三餐的传统习惯。它的做法很简单，
将混合好的香料和猪肉塞入一个好像袋的包夹住来吃。很多年轻人心目中的三文治都是用纸袋带走的。这里是火腿三文治的真正家乡，成日都听到的火车站三文治源出于此，它亦是小食。最能够令到顾客满意的三文治就是用上等的长发包，不要焗过浓，不太细，中间要够软熟，之后就要搽牛油和用上乘的馅料，要简单。这不算是一份正餐，只是小食。不过这种小食全世界都啱食嘅，在法国叫做三文治，在西班牙叫做 tapas。法国人讲的三文治里面是夹了火腿和牛油的，用长发包夹，再加上卡门培尔芝士。事实可能是这样，但是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版本的火腿三文治。法国想舍弃火腿字，这个可能就是法国人追求自己独有的反应。六十年代嗰阵，呢度有好多人住，呢度系属于劳工阶层区。当时工厂入面冇饭堂，个个都嚟食三文治。当时喺呢度并冇热餐供应，我哋用乡村火腿、香肠整小食嚟卖，啲工人好中意。我记得当年卖过好多奥弗列火腿，谂翻起嗰阵选择好有限。啲面包好好食，嗰阵时啲面包真系好好食。不过到了现在就不同了，这里已经没落，我们感觉到逐点逐点地，我们留意到客人开始喜欢吃热餐，于是我们就卖少点三文治，而改卖热的熟食给客人，有每天特餐，而且还有固定菜单。当时大约是75、76、77年左右，但我记得三文治好好卖，啲三文治好好食。清晨五点钟，巴黎仲系好宁静，但系面包师傅已经开始工作。我哋系全有机制作。我哋啲水會用一種鹽過濾，仲有用有機麵粉同埋野生酵母。喺成個過程裏面冇加到其他嘅物料，由第一步到最後一步，全部都係以做出最佳嘅口味為目的。我哋呢度用木爐焗麵包，焗出嚟有煙燻嘅味道，所以一般麵包店嘅麵包同我哋做嘅傳統麵包出嚟嘅味道會唔同嘅。我哋总共会用八个钟头整面包，面包出炉你就知道有分别啦。我觉得我哋铺头卖嘅三文治，而家可以话渐入佳境，因为啲面包重新改良，首先磨坊留意到发包冇以前咁好食，咁所以佢哋就改良面粉嘅质素，跟住发包又再兴起，而家有好多人会开始食翻发包，会食翻三文治。我哋嘅面包师傅亦都勇敢咁迎接挑战，因为基本嘅面包有改善。我哋嘅三文治进化咗，而家更加会有外地嘅风味，有沙律菜，有鸡，甚至有咖喱鸡落足香料。而家仲有鹅肝三文治。总而言之，三文治变得好多样化。好多最好的顾客都是女人，他们多数是会在吃饭的时候来帮衬买我们的三文治的，因为吃三文治是最方便。还有因为我们有女性的顾客，所以有轻型三文治，即是面包份量少一点，但是里面就有比较多的沙律菜在这里。客人比较注重里面放什么馅，不会太过注重面包，因为三文治的灵魂是馅。因为很多人觉得面包会食肥人，最终就会令到他们只是吃入面的沙律而不吃个包。那将来的三文治是不是沙律三文治酒包？哈维说没可能，因为这个是对比的问题。
到底乜嘢系三文治呢？佢系一种垂直重叠嘅食物。以前製造不同層次會有難度，所以有很多問題，這樣發展新趨勢就特別困難。例如就是最近的飲食建構主義，我和名廚皮亞格內爾談開，講到建構主義，跟著皮亞就做了一個令我非常詫異的舉動。他將一片煙三文魚和少少西柚醬撈在一起，他說好好吃，你試過就知道。咁我试啦，真系好好味。首先入口嗰阵，你先食到西柚酱，好清爽，有啲酸。后来你就会食到啲肥美嘅三文鱼，不过有少少鱼腥味。于是我话：我哋头先系食上层啲材料先，不如放三文鱼最底，试下咩味。于是我哋就咁样整出嚟，然后试味。今次第一样食到嘅系三文鱼，今次好有三文鱼味，跟住食到嗰啲好新鲜嘅调味酱。效果真的很有趣，材料层次不同摆法味道会不同，所以要每份味道一模一样其实很难，而且要揀啱用的面包也不容易。整公司三文治和整法包很不同，我比较喜欢吃法包，因为这种面包本身的味道有对比，如果不是用法包的话，那就要馅的味道有对比。总之面包够软熟就是最好的，要连啲 BB 仔都中意食。我啱啱讲嘅就系饮食建构主义，我哋舍弃传统，完全只系凭感觉嚟创作，跟住就去计划同埋制作食品，并唔系遵从三文治传统。Philippe Koh, who comes from Singapore.三文治無端端成為建構主義者都不知道，跟住我哋就揾幾個國際麵包建築師，喺領袖巴黎麵包師傅尚盧克普揚拉監督下製作三文治。呢個比賽，我哋好愛惜三文治，又要針灸，又要桑拿，甚至揾心理輔導幫手，應該係話普揚拉至啱。呢位唔係三文治小姐，佢甚至攞唔到獎，因為今年係一個中國人拎住一塊三文治走上台領獎。有啲餡料真係唔係太好食，而且佢哋所選用嘅香腸亦都唔夠汁。見到咁樣，我哋都好同情嗰啲日日都好忙，又要著曬西裝打曬呔咁樣趕住手機喺條街度食三文治嘅人。他在一间外卖铺头外面站在吃东西，为什么？因为如果坐低，那他的膝头哥就会整到污糟邋遢，好好笑，所以他要站在吃，不怪得了，起直直，他又蠢，起直直不是又会整污糟，好好笑吗？是。看看 free time 呢度，客人坐低，点解呢？因为 free time 呢度有位俾人坐，仲有植物俾人欣赏添。我叫拉塔沙，你呢？呢度仲有肉类、沙律等等，全部都奇奇离离。喺 free time 可以食得好放心，其他人俾钱干衣店老板洗。我帮干衣店老板打工，请嚟 free time。虽然三文治文化快速传染，但系唔系其中易服嘅原因。你自己去街市度买番茄同埋买生菜，然后翻屋企自己洗，洗完仲好脆。啲番茄未必会好腍，而同时啲三文治亦都一样，可以捞好多种味道出嚟。唔用添加剂，亦都唔会用 MSG 防腐剂。如果我哋依足呢啲程序嚟整三文治嘅话，我哋嘅三文治会保存耐啲。客人点咗三文治之后，可能到下昼三点先送到货，
中间可能要隔几个钟头嘅时间。有啲客人十二点几左右落单，要同日夜晚十点十一点先送到货。总之我哋乜嘢都会自己做，教汁啦，跟住就自己砌三文治啦，仲有就系要尽快出货。我哋啲产品只可以摆到一至四日左右，所以我哋可以保证佢哋非常之新鲜。正方蛋饼面世之后，我哋见到各类型嘅新鲜包装三文治推出市面，但咁未必系好事。虽然话番茄生菜绝对保证新鲜，但系呢个情景令人反胃，系真正饮食界人为灾难。喺健力士世界纪录嘅祭坛上，牺牲无数火腿。在三文治的世界里面，新发明来得大量而急速，好像这部机器一样，将不知什么酱接到面包上。不单只是穷人，有钱人也都吃三文治，而且努力捍卫这种权利。为了帮他们调制五世皇宫酒店创出私人会所，对不起，是创出公司三文治。我在这里第一份工是整公司三文治，有段时间我研究可以怎样整得好吃一点。我之前学过整三文治的基本功，其实跟整其他食品佳肴都是一样的。首先就要学好所有的基本功，配菠菜或者是青豆角。如果公司三文治整得好的话，也都可以是上品来的。这面包下面要脆，里面要软熟，记住两边都一定要烘，再加烚蛋、番茄、龙虾。我哋之所以用龙虾，系因为龙虾系海鲜中嘅王子，佢最适合喺高尚食府用嚟宴客。公司三文治里边一定要有龙虾，不但可以用刀叉嚟食，仲可以用手揸住嚟食。我哋咁样放上去，压实份三文治。请人嚟龙虾俱乐部食一餐，的确系份厚礼。最好一家人齐齐整整庆贺你生辰快乐。只不过实在太贵，可能只有你一个人食。为了平衡公司三文治的味道，可以送人去另一个银河系。去另一个银河系，不是因为有公平贸易，而是因为有不公平贸易。好在不是个个人都吃得那么富贵，这里有些人给多些钱就是为了吃少些，吃少些卡路里。洛杉矶这间餐厅就是一个好例子。我大约十四年前就开始接触生吃运动，当时住纽约市，我在那里接受意识操练，其中一个操练就是跟食物有关的，因为食物对我们生命很重要。六二菜式这间铺背后理念很简单，就是我们以合理的价钱向市民大众提供我认为最健康的食品，而且要以最方便、最快的模式来供应，迎合顾客的生活方式。番茄是有机番茄，我们拿了有机认证，这些就是绿豆芽，我们是自己种豆芽的，总之什么都是自己种，这样才可以保证到最高质素。接着把木梳芽上去，然后好像包墨西哥卷饼一样接好它，接埋头尾，
我中意食三文治，细细个就中意食，而且我亦都中意整三文治，好好玩。由某个角度睇，三文治最十全十美，因为里面乜都有，全部包埋一齐，应有尽有，样样落齐，可以用嚟整嘅都可以放入去，所以所有美国人都中意。世界上有好多健康诊所都供应三文治，藉以帮人改善健康。就正如系希波克拉底话，就用食物嚟做药物，呢句名言好影响我。我一直都整呢一类食物，食呢一类食物，佢哋就似天赐食粮。呢啲三文治虽然打扮得好靓，但系实在系好孤寡。为咗自我安慰，佢哋话唔怕，最怕系误托终生。例如是薯条，你怕闷死多过胆固醇过多而死的尼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黑 attack， 一定找到灵丹妙药。研究了多年何为健康饮食之后，庄医生决定全部都不再理，离开间铺头买的全部都是你妈妈、你太太和你医生劝你小心的杀人空气。一直以来我从事了减肥工作很多年了，我以前一直都去帮人教他们怎样才可以做到身体健康。到后来我决定开间铺来卖汉堡包，我这样做都是帮人，只不过我改了帮你开心把握现在。我开这间铺头是为了宣扬活得开心的信念。没错，我们同社会反其道而行，但是感谢令到人来帮衬，他们不想去到一间餐厅之后店员叫你吃多些菜，而且要小心饮食。是的，女权分子不喜欢我们，素食者不喜欢我们，但是其他人，社会上其他群体就很喜欢我们，只得百分之一的人出来反对我们。出了餐了，麻烦你。我们煎完汉堡扒再拿去烟熏，跟住就会放入老汁去浸它。浸老汁呢越耐就越好味的，信不信由你。我拿汉堡扒的时候，我一定捞最底最底那块，这样浸法是等汉堡扒可以湿润，吃的时候真的好好味。我一定在底里捞出来，好味又多汁，这个就是特制的老汁了。跟住就是洋葱啦，我哋首先煮黑啲洋葱 ，OK， 煮到黑色，跟住喺呢边就放啲洋葱入去呢啲特制嘅卤汁入边，跟住再攞去炒黑佢，就话因为呢啲洋葱，我哋啲汉堡包先至可以咁好食。纪录系1分47秒食完一个四层心脏搭桥汉堡，直情好似倒入个口度咁。我哋请啲靓女翻嚟，特登请冇餐饮经验嘅。我唔想要女侍应，我想要汉堡包艺伎。佢哋有汉堡包艺伎，佢哋受训去学交谈艺术，佢哋做得好开心。我本来想做护士，我认为护士是美国最伟大的人。
我唔觉得我哋咁做系有错，好直接，好简单，食肉、饮啤酒、食烟，同靓女玩。我唔会话我哋反节食，但系唔可以餐餐健康菜式，咁唔好玩嘅。一定要揾啲位偷下鸡，呢度啱晒。讲嘢唔使咁认真，呢度好随意嘅。呢度得两条规矩：冇健康食品，冇素食。呢度好玩至上。我唔系守规矩嘅人，所以喺呢度，我可以问啲客可唔可以一齐坐，坐我大髀啊，打我屁股啊，好好玩。呢班系我最中意嘅护士，呢个系森美。黐肥當然是美國一個很普遍的問題，美國有很多人都很肥，他們吃的東西很無益。我在商言商，我覺得這是賺錢機會，我開大家玩笑，我覺得我現在在打一場勝仗，因為我在告訴你們，你們其實是多麼黐線。我間餐廳，我本人，我扮演的角色很諷刺，是個玩笑。我嘗試搖旗吶喊跟大家說，喂，不要來幫襯我間餐廳啊，但我越跟人說叫他們不要來，如果來的呢你就死定了，但就越多人來，他們喜歡來。在生意角度我很喜歡，我喜歡見到人一天來一次，一個星期來一次，他們一星期來一次可以享受人生，這樣就很好。一日嚟就反而会死，到目前为止冇人食到死。我用全天然物料嘅，猪油系纯天然猪油，我哋用纯正材料，只系蛋白质含量太高，热量太高，太多胆固醇，只系太多，只系咁啫。但系啲人呢，就系要呢啲嘢，我会继续卖呢啲食物嘅，亦都会继续摇旗吶喊，同人哋讲。喂，好醒啦！睇下你害到自己咩样，但系啲人会继续嚟。我班护士真系好正嘅。Bravo！ 先生女士，我三文治伯爵邀请大家来帮衬三文治伯爵，慢慢谈。三文治占领了全球，这两块面包得到揸车的司机和零热量的一族喜爱。这种方便的餐食包含人性所有面貌，而且令各阶层的人士团结起来，包括三文治伯爵的后人和米奇老鼠。That's worth dying for. Now try the single bypass burger or the double if you're strong. Just grab the single bypass burger or the double if you're strong. And if you try the triple, man, you must be King Kong.